心啦，囝婿在咧做假，我功夫嘛真好呢。哦，甲人看到我就惊走啊，走啊，嘿哦。嗯，哎呦，加载，卡到嘛厝内底哦，爱有一个有路用的查甫人啦，比较较安全呢。啊，当无代志，无代志啊。哎，我敢免我安尼。永哥啊，哦，啊你排到这大包，这是。好，这我会出保，金银财宝拢伫遮。你注重恁自家财产。计大家拢看伫遐，餐两厝客拢哦，包包伫遮，哪里真好。哎，刘伯啊，喂，我要跟你参详一项事啦。啊，什么代志啊？啊，我伫咧想讲哦，你是我的长伯啊呢？系啊，啊，不是我的老母。你若跟我住做伙，知影人讲我要友好你，唔知人俩准讲我要暴力财产。我想想的吼，安尼嘛唔好咧。啊？啊，你意思要赶我倒转去哦？啊，那安尼无要紧啦。刘伯，我唔是要赶你转去啊。嘿嘿，我要替咱两个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哦，什么办法呢？你搁时常会当看到恁囝婿甲恁查囝。嘿。第二，你搁无甲我住做伙，人搁未讲闲话。哦。第三，你搁有钱通赚。哈？有钱通赚哦？安怎？囝婿，啊是要按怎样来赚钱啊？我要帮你投资一项生意。什么生意啊？后壁山野，你都袂甲我讲。嘿嘿。讲今仔后壁山人买起来，来做农地。饲牛、饲羊，后来真发达嘞，赚真侪钱啊！啊，我是想要家买，我资本也拄啊无够。刘婆啊，哈，啊无你爱财产哦，转来甲我合股，合股。安尼吼，莫讲对半分啦，我一分你两分啦，你做大股啦，安尼好无？听说嘞，你让我